主席，我動議載列於講稿附件 1A 第一項的修正案。主席，進步民主派對這個不公義財政預算案的抗爭，今下正式開始。主席，即是我第一個發言呢，不是因為什麼特別理由，不是因為我大夠重，而是因為我是最早入了這個議案，而這個議案排第一。這個議案修正案編號一呢，就是議決為削減分目000而將總目21削減9,911,000元，即是將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全年預算的開支，包括行政會議的開支、行政長官辦公室的薪金、津貼和行政長官的非實報實銷的籌作津貼等運作開支，由9,911,200元削減至1,000元，即是差不多將它在這個地球消失。主席，即是為何我要削減這個行政長官差不多所有的工作上和他私人用方面所有的開支呢？因為由他當選開始，這個689基本上是用方言治港。一個以方言治港取得補助，一個以方言治港取得這個行政長官職位的有關人士呢，理應是被這個唾棄。如果這個議事堂有能力呢，或者人民有一個真正的渠道呢，應該就令這個行政長官呢就要這個下台。成日講咗去供，即係可能佢要自供，唔知係咪。主席，涉及到呢一個嘅689嘅表現呢，除咗係呢個嘅方言自講之外呢，另外一個令人感到失望或者令人感到呢一個嘅憤怒嘅呢，就係自從佢上任之後，整個香港嘅變質明顯從一個嘅當年承諾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這個嘅所謂嘅另一個嘅方言呢，係明目張膽已經係落實咗呢個嘅港共治港即係呢個嘅中聯辦變相呢個治港即係兩個權力中心其實已經消失㗎喇，其實係一個權力中心，另一個在中盟的權力中心呢，就被這個的西環的權力中心呢這個的指使同埋所有啲有關的人員呢都是獲這個的指派。這個特首辦只是淪為這個的信差，是吧，即是這個中聯辦有啲乜嘢獨特的指示呢，咁這個的特首辦呢就按這個的指示呢而這個執行有關的服務。我們看回這個特首辦所聘用的人士呢，即當然有一些例行的傳統公務員的職位，但裡面有不少呢都是一些特殊的政治的委任，同埋有部分的人士呢更加是來自這個中資的機構。咁有啲人話：喂，你以前英國佬都係咁啦，英國殖民地都係咁啦，英國殖民地係嘛？即係嗰陣時呢個嘅港督都有一啲嘅政治嘅即係助理政治顧問都係由英國派嚟㗎啦。呢個係殖民地運作嘅特色唔信你本地嘅人士，一定要由宗主國委派一啲人協助呢一個嘅殖民地嘅總督。當時的港督呢是去管治這個的殖民地的土地這個我們殖民地之下的多年來的恥辱呢，理應是由這個的即主權回歸呢，這個殖民地式的運作模式呢，理應是這個的改變。但是很不幸地呢，即是由另一個宗主國這個鴉片戰爭這個歷史的恥辱產生這個香港的殖民地呢，就變成這個中聯辦
操控的另一個殖民管治的模式。咁所以我哋睇返連串嘅情況呢，呢一個嘅特首辦整體嘅運作呢，第一並非按我哋希望見到嘅港人高度自治嘅形式下運作，而個質素同埋有關領導人特別呢個689即係嗰個表現呢，更加係絕對唔應該呢係俾佢繼續喺呢一個嘅呢個職位。嗱，我哋睇返689在選舉期間提出連串的承諾呢，最後都是證明是這個謊言遍地。他最引以自豪的就是港人港地啦，講到很大聲啦，亦都即是在任之後呢，開始的時候亦都做過提供過一部分的土地作為港人港地的投地的模式啦。咁但是近期呢是突然間消失。唔講就好似唔存在，最後被質疑嗰時候呢亦都冇明確呢作一個嘅交代。總之基本上最近呢一年呢，有關港人港地呢一個嘅政策呢，俾一個市民嘅強烈嘅感覺呢已經係不再存在。另外，佢選舉嘅時候承諾係逐步降低強積金戶口裡面嘅僱主累積供款權益，用作抵消僱員雇員長期服務金同埋遣散費嘅比例嘅。關於呢方面呢，我諗好多嘅工會嘅團體亦都係當時支持佢作為一個交換嘅條件。咁但係到今日呢，有關呢一個嘅承諾差唔多上任差唔多兩年啦，仍然未見任何具體嘅諮詢，唔好講落實啦，討論都未啟動。另外應承咗我行姐最大聲㗎啦，呢個最高工時工聯會當時誓神劈願，就話呢一個嘅689係承諾會當選之後呢會制定呢一個嘅最高工時呢個嘅計劃嘅。咁但到今日呢係仍然未有具體嘅措施，時間表都唔好講啦，即係究竟個原則性政府係咪會接受呢，即係仍然冇任何具體嘅這個的安排呢，我們可以看到。當他選舉的時候都在他的政綱那裡呢也都說明會研究人口老化對這個的公共財政的影響也都說會成立累積養老基金我們理解這個就等同這個全民退休保障啦。長毛議員提出多項的修訂和有些的討論呢對政府財政預算案很多政黨的建議呢裡面都有提出這個全民退保這個的建議。其實即係689當時承諾呢，大家都覺得和有不少傳媒的報道特別介紹這個689呢，已覺得他都是做實事有些具體的承諾和一些建議呢，即係都是照顧到民生或者是基層市民的需要，但是一上了位之後呢就完全是忘記有關的承諾，有關這個類似全民退保的建議對這個的日後人口老化的養老護老醫療等服務的需求的額外的開支等等呢，很多方面呢都仍即係變成這個的空談，這個謊話連篇呢是沒有具體執行，遑論呢這個具體的時間表。咁另外就是推行免費幼兒教育亦都是去選舉政綱裡面一個很具體的措施，但是大家都知道呢即是完全是沒有這個的交代。咁最近天水圍有些幼稚園因為租金的問題被迫這個的即是終止啦，咁所以你見到幼兒教育呢亦都是香港市民極為關注的，因為幼兒教育很多人不是很明白呢，你突然間好毫無準備情況之下終止一間幼稚園呢，其實會令到幼兒呢在這個幼稚園翻學的小朋友呢可能那個的影響心理上情緒上這方面的影響呢可能是終身和是一個的永遠不能夠這個的補償的一個的損害即是我們讀社工呢很多時候對這些幼兒的心理成長環境成長呢很關注，
咁啊，對啲幼兒嘅損害，因為錢嘅問題、租金嘅問題，而令到香港嘅幼兒終身受損咧，呢個可以話係一個罪行嚟嘅。而政府喺呢方面唔能夠協助有關嘅人士解決呢啲困難，而令到啲小朋友受害咧，理應受到呢一個嘅譴責。嗱，我哋睇到即係行政長官要履行呢啲嘅政綱同埋呢個選舉承諾咧，理應就係呢一個嘅啊，即係特首辦嘅一個主要嘅職責啊。咁既然唔能夠履行呢啲職責咧，刪除有關嘅開支咧，亦都係呢個嘅應有之義。我哋睇翻呢個特首辦嘅宗旨咧，啊，代主席。講明咧，特首辦佢個宗旨咧就提供支援俾呢個行政長官啦，係嘛？即係除咗話以幫佢種菜之外，我唔知幫過佢乜啦，或者幫佢安排度假、book 機票嗰啲之外咧，我諗係歷來呢個嘅特首之冠啊！啊，呢個係旅遊特首啊，即係一上任冇幾耐咧，就已經放大假啊！人哋即係正式嗰啲工咧，要做足一年至可以放假噶嘛。係嘛？立法會議員翻嚟開會，十月初去開會，哇！即係起碼開到聖誕，至有少少嘅假期，係嘛？當然比好多小市民嚟講，立法會啲假期都多㗎啦。但呢個特首仲勁，係嘛？哇！上咗任即係好似短短唔知一個未夠一個月咧，已經開始放大假，放有薪假期。所以呢個真係方天下之大謬，特首辦可能咧就最成功咧就協助呢一個嘅特首放假啊 ，book 機票啊 ，book 酒店啊，去旅遊。嗱，我哋睇翻。即係呢個特首辦嘅宗旨咧，除咗係支援向行政長官提出支援之外咧，亦都幫行政長官策劃公務同埋社交活動，啊，執行各項有關嘅安排，啊，同埋咧幫呢個嘅禮賓府行政長官粉嶺別墅等等咧，係提供呢個管理方面咧嘅即係工作。另外就係、是。呢、这個確保行政長官喺制定同埋協調政策方面啊，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管治工作方面咧，係即係取得呢個嘅最佳嘅意見同埋支援。但係我哋過去年紀睇到咧，哇！即係除咗中聯辦之外啊，即係嘅意見同埋嘅指示咧，香港市民好多嘅意見咧，即係去到特首辦就石沉大海嘅。咁呢、这個。是佢個偏見啊，選取啊，定係自己啲涼粉嗰啲，佢就特別呢個嘅聽取。即係既然已經有一套存在，佢嘅系統已經無需咁多人幫佢去攞呢個意見同埋處理有關嘅意見啦，係嘛？基本上中聯辦一個電話解決曬所有嘢。話中聯辦啲工作人員仲多啦，數以千計，係嘛？成個中聯辦嗰個嘅情報搜集系統、資料分析，係嘛？同呢個特首嗰個嘅接觸。你見佢一當選之後，啊，第一個就去見契爺，係嘛？哇！即係好似即係十熟九頭咁樣，去到呢一個嘅中聯辦咧借票，啊，向市民都未多謝，啊，689票投去嗰啲，佢都未同你即係致謝，就先去呢個中聯辦冇票嘅喎，中聯辦冇票嘅喎，係嘛？阿劉宏發議員，你哋鄉事投咗四五十票俾佢啦，60票啊，唔知夠唔夠60票啦，跟住仲要拆你屋添啊！系咪毁你家园啦、收你地啦、灭你祖宗啦，系嘛？哇！当选之后几嚣张啊！但系佢中联办冇票嘅，中联办竟然去借票，咁所以即系既然中联办已经有祖国有伟大嘅祖国背后支持，已经有咁多资源、咁多钱、咁多人，咁咪等中联办啊，即系继续提供呢啲支援俾佢，无需呢个行政长官办公室。即係提供呢方面嘅支援，冇理由淨係嘥9000多萬俾佢，淨係幫佢安排旅行、book 機票啊，幫佢度假㗎，係咪？咁更加呢一個嘅啊粉嶺呢一個嘅別墅，淨係招呼啲涼粉用途，係嘛？咁呢個冇理由納税人即係俾你借票用途㗎，係嘛？咁所以你睇翻呢個等等嘅即係表現咧，係令人感到失望嘅。